视频开始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26件拼音打出 DJJ， 测试你的纯洁度。双手被上帝亲吻过的外国牛人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做不出来的。硬纸板霍霍两下子， ATM 机都有了，自然这存钱罐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可是一般的存钱罐根本考验不了牛人的手艺，所以他给自己增加了一点难度，做一个会自己吃硬币的存钱罐。秉着变废为宝，节约是王道的理念，小哥照样是用硬纸板来打造。这第一步是画好所需的模样和大小，然后再将其给一一裁剪下来。别看这第一步方法很简单，实际上有一点误差都会做不成存钱罐。全部裁剪好了后，紧接着就把这些不同大小的纸板用胶水给粘起来，组合在一起，没一会儿这存钱罐大体的样子就好了。当然了，这存钱罐里的小机关不能忘，手工技术早已炉火纯青的小哥捣鼓了两下，一个小机关就 OK 了。放进存钱罐中后就将其给封起来，就这样一个存钱罐就好了。按下顶上的机关，一个小舌头就伸了出来，把一枚硬币放上去立马就被吃掉了。哎呦，这存钱罐有创意。